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就是正好大家都休息，把朋友们都叫过来，完了感觉就想踏个青是吧？踏个青，完正好春天有山有水有树林的，对，又暖和，不错不错，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完了以后介绍一下吧，嗯，介绍一下，来从这边开始吧，强宇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演员，很优秀的演员老师，哎，那得谢谢谢谢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好，收工，杀青了，你杀青了，杀青了，我现在走到那个哪个结一下去。我就不用介绍了，你不用了，你不用了，你和艾哥都不用介绍了。这是对这位陆天，这是我们的这个高中同学，高中同学啊，也是这次节目的赞助啊，一半一半，一半。你的露营经验是怎么样？对对，露营经验，露营经验是一年，一年啊，一年。然后呢，去年开始入坑的。然后后来就给各个剧组提供露营装备，我觉得挺好。那一会儿你搭好了，我们过去，我们再过去。我提供好这个整个所有一套，我们就坐下。我是那个一把搭一把挑，你知道吗？必须要结合在一块儿。嗯，是陆老师的。啊不不不，啊主要你教他是吧？不，其实我背后还有一个领导，指挥我干活的，也是我们同班同学，同班同学。但是完了，结果他俩结婚了，后来结婚了，也是很令人意外。对，好，入坑时间一年，一年，好，你呢？你是零？如果经验是一百的话，我是0.5，0.5，这0.5是在来的路上我攒下来的。OK， 艾哥呢？我就录过一次，在阿尔金山。那你就是一呗。哇，阿尔金山。对，但是因为当时呢，基本上帐篷都是别人扎的，都别人搞好了，我就去赶着睡觉。OK， 好，这位就是娱乐圈风口浪尖的人物。啊，这是 Logan， 对对 ，Logan， 嗯，对对，好朋友。完了以后，你的露营经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行，那我们开始吧，我们搭帐篷吧。好，来，走。两人一组。两个二点四，你们俩二点一，我俩二点一，咱们2.4，好，怎么搭2.1啊？这个是底，这个底，对，这个底，哪个是底？这个红色的是底，然后就开始把这个就是杵进去，对，杵到2.4，这个是2.1，这俩应该是连一块吧，对吧？对对对，等会儿第一根是这个有红色的底的，对，第二根杆是这块有白色的线，看见了吗 ？OK， 然后咱们再戳这个，这个是2.4。等会儿，咱错了，觉得很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这边不是有一个挺好的？哇，咱们打怎么这个？就是第一根是红色的，然后第二根是这个白色的线。OK， 这个是上面绑那个。对对对。OK OK。哎，哇，你看我这个理解能力，经验呢？是我的理解能力。是，没事，咱不嫌弃。那可以直接这样。扩大2.4就 OK， 我好了。你看，这2.1吗？这是2.1吗？这是2.1吗？这个呀，还有这个呢。这个干嘛呀？这是第三根杆，还有这根呢。哦，那这，然后再套这根啊，这不就2.1了吗？哦，我以后再也不来了。OK， 我们套完了，套完了。OK。行了，那我们结束了。那我们走了。等会儿啊，这样，走吧。没事，我被老高误导了。不是，你俩怎么这么笨？我们都会了。第一根红底，第二根白线，对。然后第三个头套上去，然后那个红尖套上去。对，这上面应该是绑风绳的是吧？是。哎呀，真的。老高，你不要再误导我了啊！行。你们这，哎，又绑了。三根管，你们 Logan， 我来吧，你松手，放开。来，跟大家过去帮他们。来，给我，看好了，来2.4啊，好，拿捏好了，嗯，不错。对，前面点轻山翼了啊。哦，好。我俩要1、2、3一起把它立起来。那我喊了啊，1、2、3，走。1、2、3，走。好。往这样吧，还是这样哈，啊。快进去！好了，打的还挺好玩。打的像你啊！来，哎，你看这树，它这样，它一定曾经也爱过事儿。咱别把它弄倒了，那树都被砍了。咱得保护树木。对。然后这块再震一根，不就？给这儿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吊床融为一体。哦，对对。啊，这样吧，哎，这样可以。来，拿个钉儿。来，差不多了。OK， 来整前面吧，整前面吧，就这一个就行了是吧？对，这一个就行。那行，那我来吧，这样可以哈？斜，这边斜，斜一点，这样呗。往里斜。现在理解能力还出问题了，里和外分不清楚吗？这样，然后这两边再打第二
咱俩不会就这么闲着？哎，我俩就这样就行了，不用打了，我俩就这样一天。你们继续做吧，保持这个状态，保持住啊！老高，把那个给我，把那个冰壶。今天晚上不在这住一晚上，咱对不起我。我觉得，哎，你好，瞧好瞧，别说话，人家拿着锤子还跟别人说话呢，你这真的太过分了。我来，我感觉因为这好拍，你得这样，你这样才好看。你再就需要杆儿吧。他就是这个好玩的，好玩的有好几种搭。可以，咱搭的真不错。那我们就搭建成功了，同志们。可以，好，完美，他可以搬椅子了。搭完了，我们可以歇会儿了。哎，有香味了啊！快要闻出来了。来个桑葚。这个。尝一下，这个不是酸吧？对，巨酸。哎哥，精致老部位，还不是？哎呦，有点苦。真挺苦的，你这是酸的是吧？艾哥像那种匠心艺人，就不能打扰哦，不能打扰，不然的话那个咖啡的味道会变。不是，我要保持手动的。我现在已经在想我有什么技能了。他做猛烧肉，能做吗？能做，他们都弄好了，一会儿我提前过去先把肉焯一下，然后因为还要焖嘛。啊、哦、做的不行的话，就坐上副驾送我回家。我为什么要送你回家？对，非得自己要送，对，自己回家，非打车回家。那会儿高中趣事啊，我高中第一个粉丝团就是。还有结个棍儿是吧？对。还有严哥，对。陆老师镜子的故事可以说吗？可以。陆老师的课桌呀，这面有一个镜子，一直叫搁角度摆着，那个角度不能动，那角度一直是这个角度。然后谁拿了他镜子，他就很发飙，谁拿了我镜子？你后来升级了吗？不是，还有那个前置摄像头，看看后面。就是看当时看后面头发瘪不瘪？那个每天下课，陆老师永远门口有那个，因为我们是初中、高中都在一块儿嘛。我往初中那个小女孩就跑回去了，但是就是看了一眼手柄。那有没有可能鹿晗那个镜子是看后面有没有人，他就跑，我就看到自己。哦，还有拿那个饭盆，就不锈钢饭盆。就是只要反所有能反光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罗哥，你那个不锈钢饭盆的年代稍微就是和我们有一些距离。我赶紧考吧，先去操作了。操作吧，是的是的，做饭吧。对，我先去做。刚才没做咖啡的同志们都在炫厨艺。老哥一会儿再出镜时脸是黑的。大声！老哥，你能不能把你这儿控制一下？你能不能控制？我们这儿要控制一下，我们脸黑了。我看一下我。懂了吗？来，牛肉。太咸了，咸了。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对，又咸又辣。雄鹰。烤串嘞，我都煎到盐粒儿了，那盐太多了。太咸了，鸡翅可以了，鸡翅。你都觉得咸？喝点水。啊，小心。嗯。还来？我敢给强宇递一下，我还来啊。挺可以。这顿饭做完我们也就吃饱了。山艺再不来吃不着了，给山艺发微信，别过来，太咸了。来，这个好了。现在这个咸不咸？咸。哦，这已经好了。对。快，咸串来了。对。好咸啊，嗓子哑了。哇，他们这圈不够快。
我先给你们做个拉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然后把这个洗一洗。我这快，三分钟。最后，哦，最后吧。有啤酒吗？你要吗？得倒啤酒进去。哎，来一瓶啤的，倒多少？得全部，这几百毫升的。500。500，那得倒三分之一。谢谢。谁做的豆腐呀？我做的。你又不能吃，做不犯法吧？哇哇，红烧肉好了！哇哇。可以，我已经闻不出味了。你怎么被烟熏的？尝一尝。有。好吃。是啊，好吃。好吃。这香啊！尝尝，真好吃。这是很好吃，比我想的稍微老了一点儿。告诉一下。哪个？嗯，好的。哦，这是老豆腐。对，老豆腐。我是说这真是老豆腐。没有骂你，是老豆腐。是老豆腐。慢点啊！对，走。我直接开，指定一个人脆丁壳，输的人喝，也可以不脆自己喝。那来吧。谁呀、啊？来、啊，我酒量好，我不能再说这话了。哎呀，我去！来吧，蔡丁壳，哎，来，好，来吧，强宇。所有人最近买到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？给大家安利一下。咱一个一个说吧。一个一个说呗。那老高先说呗。我刚买了PS5、可以，不错，这个好，很愉快，男生都喜欢。对，行，我最近最满意的就是PS5。艾哥呢？最满意的，最近买的也就是摩卡壶，我觉得比较满意吧。哦，在钻研咖啡的咖啡爱好者，对，在咖啡道路上已经买了好几本书了。对，强宇呢？平时买东西就爱买玩具，奥特曼。对，他买了奥特曼的手办，就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，就是漫画人偶和那电影人偶。Okay. 然后我刚把那个昭和年代的奥特六兄弟给买起来。哦，可以。这其实没什么安利的了，其实男生喜欢就很喜欢，自己的爱好。你，哎，我想想，不能想，你现在必须要说，我买啥？我哪知道你买啥？我买了款游戏，什么游戏？那个《幽灵线：东京》哦，那个啊、你觉得那好玩吗？好玩，结义，第一人称的那个，很中二，很好玩。好，老哥，我今天又买了一瓶好的红酒，来一瓶好的红酒，等哪天咱们一块尝一尝。最近买的这个220升的冰柜，我特别好。220升，囤货。对，就是喜欢囤货。对，就是放到家里特别有安全感。可以，好，来吧。所有人最近看到了什么好剧、电影、书、动漫，推荐一下。刚聊完，我昨天刚在夏日那个哦，夏日重现，夏日重现啊。对，因为它这比较烧脑，那应该不错。对，轮回的那种啊，对，挺好，好看。电影呢？你有没有推荐的电影什么？剧吧，但是那个《亲爱的小孩》。哦，秦昊跟那个任素汐的，对，秦昊那我还得追。你呢？周星驰啊，星爷的电影都可以推荐，对，都可以推荐，星爷特别好玩。好 ，OK。有什么事情想做很久了，我得喝了，实还没有去做。你想买啥？
说，我想买一个新的复古摩托车。你去哦，这个好，这车做特别好，好，山野听见了啊，听见了啊，品牌啥的有要求吗？品牌有要求，有没有品牌要求？他知道，对，就想买一个自己想要的复古摩托车。OK， 电瓶的那种是吧？不是模型，不是模型，是真的啊。好 ，ending 吧，我觉得已经看不见了，对，而且光也没了，今天还挺开心的哈。嗯，对，开心。再来一遍，突然，好来啊，哎，今天其实挺开心的，开心。好，再来啊！不不，这个挺好，确实很开心，确实很开心，也感谢陆天还有山艺的这个帐篷，哎，就放松一下，我觉得是个特别美好的事情，很愉快。等哪天咱们高中同学也聚一下，好的，行吧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玩了。好，行，好了，好，拜拜，下期见，再见。